来吧，卡兹克，今天好像还没玩过呢。哎呀，石头人加乌鸦，要不是我们这把 AP 太多了，我都想搞把塞拉斯了。这阵容来把塞拉斯，只能说太爽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哎，哎，哎，征服者乌迪尔，全军出击，那感觉有的打。这学弟，你上班还可以摸鱼的吗？我为什么下午也看你在看直播啊？你该不会中午早上也在看吧？原本螳螂打乌迪尔前六级不好打，但是多了一把茶剑可以去搞一搞，只要先手不要被破先攻就可以了。开机好拉扯一下，别跟他站 A 等 Q， 拉扯一下可以打，再 WQA。再拉扯一下，再打个EQ。哎呀，没视野了。这波感觉，只能说这波换作是一个9点钟的我来杀了，感觉拉的还不够。这波跟他有盾没什么关系，单纯就是没视野了。应该再拉扯一下，等他出来的，把他骗出这个草，再跟他打。他开了一个扫描，没注意啊。只能说这个扫描用得好。应该是没E的，等他E上去。有把长剑，有视野 ，EQ 孤立直接秒了。E 上，再打个 EQ。感觉这个亚索挺好抓的，可以多来。
这屋地有裸砖呢。他不会还要再刷吧 ？F 六没用。E Q 一下，放血可以杀了，这不？等他离开兵队，就是他死的时候。他买鞋了，这个鞋救了他一命。他没这个移速，我能 A 出那一刀子。等一波升六吧，我鞋子十分半好。这个血量收了可以秒，二空了，他会跟他打。别急别急，等他交二可以上，跟 W 清兵，然后打孤立再 A 一下。我感觉打个幽梦就好了。这个蛇人好勇啊，根本就不怕的。直接起飞。这是个 AP 收了很脆的，他出 AP 他就一定会打架，他打架你只要去抓他就一定会死，他一定会死，我们就直接无敌，直接无敌就拉下这一把，所以抓蛇人就等于赢。先孤立 Q， 再打个 AQ， 再打个 AWQ 一拉走。他怎么装备这么肉？那我没必要跳走，感觉。闪现拍我，那不亏的。他这波走输出的感觉我已经杀完了。他们这波技能全给了。打了几个孤立，三个还是四个都没死。有点极限，这波差点点就杀不了了。
这波往上来，这个线很长，这时候能有儿子他会大的，他没闪现。还不啊，感觉快好了。开个幽梦直接跳脸。他怎么还没好呢？我都死了，去下抓了一大轮，应该是好了。他没买冷却。说他们打野在上，可以抓下。倒是上了 ，JD， 躲位躲 E， 他离开兵堆，那他死了。这辅助是不是在晋级赛呀、啊？我看他好想赢啊，想赢是好事啊。你说你为什么要丢这个 Q 呢？这把进化 R 比较好，对面挺吃普攻的，隐身的话让对面 A 不出来。无敌了，这装备跟铁乌龟一样，这波应该有人会出来，这时候人可以秒的，等他过来。
然后肯定会有个人来中路的，大概率是首冷。这个 AD 不带了，这幽默 R 几跑跟上去。哦，他绕了一圈还想来包我呀，胆子很大哦，这两个人。在野区里面我是无敌的现在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带一下。先别急，等他离开兵堆，不然伤害不够的。各个击破，挨个吃掉。来个五杀有没有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还有三秒，砍一下，砍一下，牛子，他不帮我砍一下呀，我应该直接上的。我差点就嘎了，有没有红？我去吸个血。OK。他啥装备？感觉这乌鸦打我好痛啊！面具、法穿鞋，待会先给他秒。首龙好像想来二我。楚高暗爪强行给他切了，不需要孤立都可以秒。
性，最后一秒。等他们能出来，我这波可以全切稳。天空快好了，天空好跳脸，直接给他秒了。看到你了。最后一跳给我烧死了，最后再把鞋给改个板甲就好了。差个600块，我吹一下不就灭了，我忘了，下次你们记得帮我吹一下。把钱给他花了吧。哎呦，我这波连点的，我操，他魔法伤害好高啊。这波有机会可以三连点的，直接被控住了。
感觉出个影魔刀，感觉好像活下来了呀。主要我需要那个魔看。应该来个这个影魔刀的，虽然这个东西被砍了，但是该买还是得买的。这不可惜，没有三连点，没被控那一下可以点出来。带吧。